再做一个200无啊？来100了，试吃看卖，100块，得要啊？来找，你找一个900啊？来做一个100，啥物啊？最后一个100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地贵啊，今年。无，你坐。我用，等你。好，还有几位？走，这是吃包吗？啊，这冰卷，来挑人家看嘛。这个退冰切切两条，特别只门门一千门800，来300块怎么只？300块，300块。这这一个五块面就有够切啦，真的啦。大家有没食鸡腿干啊？这红蒸得啦吼，来要食来免300，免几号，200块怎么食？200块，来3条买200，来4条5条，来8条哩。8条就先全部无啊。好，来来10条总起来200块了，200块了啊，200块，200，来100试吃看嘛，100块。用这一条啊，100块，有来头前个只哦，哎，你先讲，来最后就是八上边来，来这个最后就是8无啊，拢无啊，100块，啊，那无用送的啦，送的啦。第一对，哎，要要要，送给他就好了啦。来，想要吃披萨，这种烤箱用烧了后，来要吃来100块了，100块，100。来，买500，买五百，五百，买五百，来买五百。连佑廷都在后面都吓到。来，这100有够人买来。来100块干好卖，100块，好不要掉钱。走，我你这干的，好，你这干的。哎，你干要吃贡丸无？贡丸干人要吃，乌猪肉的哦，300几啊，我要拿。哎，要500都给我，袋子给我。啊，买青蛙。青蛙有人要来无？来，恁那个够食袂？恁还要200？恁够人要食草莓无？我今日有炸草莓哦，那一粒大粒草莓，你看要来无？你看有果水无？一粒草莓。来，这200够人要来无？200块了。来，谢谢，我包过钱，我收在。200够要吃来无？我今摆半开玩笑，半卖啦吼，懵卖懵卖懵懵啦，比赛安尼啦吼，我顺顺好行落，比较激动怕的啦，我顺顺好行落个。200敢够要啊？100就好啊！你唔好买个，你我讲完，你自家买100块试试看看。100块就好啊！谢谢，睇下几只。大家要100，第二笔就好啊，好不？我买200。你买200，来攞下几个，投300投好。来，讲哪边哪边哪边，我见边哪边。来，恁过来要食啥个？我讲好啊。来，上面食鲍鱼的，1000就好啊，收钱，1000块啊，收当啊。你要食鲍鱼，收1000当啊。用你上恩头的，用你上恩头个收1000当啊。你要偌济？好500。这我一粒退冰就200块，2粒就500啦。我3粒卖你500啦，4粒500啦，5粒500啦。等一下，等我几万，2粒500，7粒500，8粒500，9粒10粒500。我还讲小小家庭真可爱，拢无啊，200了。恁一粒食袂了，还好食过来。你唔好买过，你买200试食好吗？来200个要吃无？200块，200就好。来谢谢美女，感谢你啊，讲话一下，拢吃一个吼，讲话一下最基本的讲话来。200个有人要来无？拢有啊，都有了。啊，这你敢有要吃？这真正好吃，你无爱。谢谢，来阿豪，你甲收起。
家就好啊，唔好跟他去。给一千哦，哎，你来一张，你给一千块，你给一千块哦，哎哎。咱一定爱共走，咱这搭土匪一定爱利用，哦，走钱一定爱钞票，咱无走哦，吼，安尼有清楚吼，谢谢，感谢您吼，来，迄个来，我简单卖卖就好，好不好？简单卖就好了。你若食虾的过敏，你就莫买啊！吃虾会过敏，不可以买哦，吼，啊拢无啊，先给钱的先赢，这臭的。哦，这草的，水歹唔免我讲，家己看草的，干来找干来顶尔，好，干来找干来顶尔，来收钱，500收单结束啊，免花，没有了哦，500了，来，来，500收钱，没有了，来，这个物件，免走啊，一个，哦，一个一千个啦，到人要食迄个，来，阿豪先好，阿豪先去，阿豪你休困者，你要三百啊，你要得做红鬼。好，阿豪，你先休困，食薰吼，啊，啉些凉的，一包，你要得做红龟，得做位咯。啊，迄个八百贡丸，阁有人要来无？一百块落100块，一百阁有人要食八百贡丸无？100块，这真正好食哦。猪头米灰锅青椒，你出100块，最后一个100块，好不好？拢有啊，这全部拢我哩100落啦，一句话落啊，来，全部拢我伊啊，紧落，该卖100较紧啦，怎么了？冇紧没有了吼，来，迄个阿姐我先讲吼，来，我先介绍一寡好物件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青楼了呢，抢光光的哈，来，啊，这来，吼，来，啊，你先帮我摸起来，我要人家介绍好物件，这些，来，好，来，来来来，然后这些摸起来，这些，来，全部起来，吼，来，我来个杯，我来个杯，来，我来个杯，来，啊，这，您刚好要吃汽油无？这汽油啊，这小鸡啊，小鸭，吼，啊，包括讲哦，迄个蜜蜂全部拢有，这内底每一包有红豆，有芋头，有番薯。有芝麻，即间我阿咪配也是因为，即摆现代社会拢袂爱食甜，伊的物件拢袂足甜的，好，拢袂足甜的。来，这一包固定10粒，你要啥物口味，你甲我讲落啊，我寄予你。这一包免300，免互伊开机啊，你去网络问看嘛，有够贵的，先给钱的先赢，吹最后囡仔做早餐，150上面加150落啊，150，你要什么口味？芝麻，150个人要吃无？这叫造型包，你看这外高水，这小朋友就做啊。囡仔有个人袂爱食早顿，大概也要食早顿，干来一个早顿食几点钟啊？你要芝麻个红豆，安尼300，来，阿成来。咸啦，囡仔食点外钟早顿食袂了，因为你揢物件，你揢唔到，你揢到的物件食了了。来，刚够小朋友150落啊，150刚够要食，拢有啊吼，谢谢，来收，帮我摆好水落啊。恁现场遮侪人，家敢有人袂爱食鸡肉的无？有人袂爱食鸡腿的肉无？有没有人不喜欢吃鸡腿肉的？敢有人你手举起，我欣赏一下。龙安，你不爱食，你不爱食鸡腿肉哦。我食鸡啊。安尼，安那麻烦你先离开哦吼，麻烦你先离开这里哈。嘿，因为你若无食鸡肉，佮规个夜市啊，佮遐鸡肉拢无在了，差你个钱啊吼。所以要请你先离开了。来，要是无食鸡肉，我佮第一个听着了，所以你是讲真啊，讲假？拢收啦，我都无食鸡肉。正常来讲，10月9日是无食牛肉，是无食鸡肉。食菜啦。啊，顶礼拜佫一个女客，伊讲伊无食饭啊，无食饭就一下嘛，伊讲伊无食饭，伊拢食面啊。来，我来讲哦，这是鸡腿包，伊这叫日式的鸡腿块，规个拢鸡腿包，伊这煎起来就生安尼，真正足好食。恁食看嘛，这袂甲恁好笑吼。这一包鱼啊五，这两包一定要500。啊，我若讲卖500，你去外口食，卖你300，卖鱼啊五六免，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人客，好食歹食拢免出一支嘴，你食了就知输赢。150落啊，150落啊，日式鸡腿块150落，你相信我一次，150落啊，那一个包括钱收台落啊，150落几个？150人要食无？日式鸡腿块你试另外一间，真正足芳足好食，150落啊，150佫招一个人客也好啊，150。来，还佫一个美女徛伫上后边。来150楼，150迄边间阁有要一个支持者哦，150楼这真正好食哦，一定用真个钱，拢好高赞。帅哥你讲咩啊？真正好食，这咱袂共白差，150拢有啊吼。谢谢，感谢你，有我甲收起来哦吼。来，有我收起来哦吼。来，啊恁刚刚有要点啥物？有人要食白带，要食啥物？恁来甲我讲，因为恁唔讲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要什么了。哈？石梗啊！来，石梗后壁起起来，紧嘞，规箱起起来好啊，紧好啊。来，啊，这我先介绍一个好物件，好不好？恁家有厝有人无起头的无？有没有人没有牙签的？恁家看有起头的无？我来讲，这个物件需要起头哦。好，你听我介绍，我先同来介绍，我不是开玩笑的，你听我讲哦。来，这，你先看物件，你先看东西，去休息一下。
带两碗阿平鸡肉粉，这，伊这叫白带鱼卷，哈、哦，白带鱼卷。你等下我来夹吼，来平底锅你知无？平底锅，平底锅你下一点点啊油。你啊退冰，你甲透开喎，你甲插一地拢甲插一地起冻，你甲香米甲煎落切切安尼，你甲食好嘛？咱的白带伊讲有够甜的，规包一支刺拢无。外口凊彩烘一份出来，二啊五三百，你该收。刚才这两包烘出来超过600块的物件，来我来讲，你要食白带鱼羹，这规包拢无钱。尤其你厝内有足细汉的囡仔，包括讲啊有年岁啊有年岁爸爸妈妈，你用这种物件好食，也唔免惊假着啊，包个油个甜。好，来，我全部招五个落，卖招济好不好？这两包总计外口烘600啦，我一包个送你，一包个来，一包个来。你甲情况有香有甜啊有刺无？你甲食看卖，一包个你，一包个来，一包个来。我卖你金刚啊！你卖考虑，五个人去搞买就好啊，300了，来300块，白带鱼卷300块，你试看看，一只做甜的哦，300了，300块了，白带鱼卷300块，300了，300够人要吃无？白带鱼卷300块，这真正甜哦，这个无饲哦。我搁招一个人去就好无？我再约一个客人就好了，300块再一个客人就好了。谢谢。阿姐。有可能这个物件你唔捌买过，所以你会怕。谢谢。如果你会怕的客人哦，我只有两个人客，真正拢没有了。150，你等于吃看卖好不好？来，150。最后这两包150，真的。谢谢。无啊无啊，阿先生，听下哦，别啊讲啊，再搞别啊讲，骑楼啊，伊后尾啊骑楼啦，进楼啊。来，阿明等我，你去休困啦。等迄个阿玉起来咧吼，来，上面食石讲的。两个五十的票，阿先来讲的注意听者，两个。